风起洛阳传九州，华夏古城耀今朝。各位好，这里是爱奇艺华夏古城宇宙之洛阳及风起洛阳剧集发布会的现场，我是来自爱奇艺的主持人小瑞，欢迎各位。 华夏古城宇宙呢，其实是爱奇艺深耕历史文化底蕴、探索古城特色文化内核、旨在发扬和弘扬这样一种古城特色文化的华夏宇宙网。而我们率先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洛阳的 IP 呢，已经实现了一鱼十二吃的商业模式。它已经涵盖了包括剧集、游戏、综艺、衍生品、舞台剧、纪录片、动画、漫画、商业地产、全感 VR 以及电影和文学12个不同形态的产品模式。那今天呢？ 作为这个发布会来说啊，也是我们华夏古城宇宙之洛阳这个 IP 当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所以接下来呢，我将为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各位来宾，他们是洛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市长李新建，欢迎您。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胡大鹏，欢迎您。洛阳文保集团副总经理薛善明，欢迎您。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专业内容业务群总裁王晓辉，欢迎您。爱奇艺高级副总裁、风起洛阳总制片人戴莹，欢迎您。刘白影视创始人、风起洛阳总制片人徐康，欢迎您。风起洛阳原著马伯庸，欢迎。风起洛阳总导演谢泽，欢迎。风起洛阳总编剧武聪，欢迎。 还有我们风起洛阳的主演团队们也再次欢迎各位的莅临。那今天相聚在这里呢，我们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所以首先要隆重的请出洛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市长李新建先生致开场词，有请。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参加风起洛阳的发布会，经过一年的精心创作和潜心打磨，今天终于结出硕果。在此，我谨代表洛阳市委市政府，向关心支持洛阳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 衷心的感谢，向制片方和主创团队表示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先后有夏、商、周。 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历史最长、朝代最多的城市。现有世界文化遗产3项6处，5 A 级景区5家，4 A 级景区27家，被命名为中国牡丹花都。 爱奇艺启动的华夏古城宇宙系列 IP 开发计划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系列 IP， 洛阳 IP 联动计划作为华夏古城宇宙的开山之作，是互联网内容平台的一个创举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开创了。 国内城市 IP 和内容平台合作的洛阳模式，这次爱奇艺和刘白影视精诚合作的《风起洛阳》，是对洛阳历史文化和隋唐洛阳城风貌真实的还原和完美的艺术展现，必将让古老的洛阳。 焕发青春的活力，洛阳市也将借此契机，更好地弘扬河洛文化，重塑城市品牌，推动文化繁荣。风起洛阳传九州，华夏古城耀今朝。
预祝风起洛阳大放光彩，收视长虹。祝愿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感谢李副市长的精彩致辞，请您落座，谢谢。 也希望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洛阳这个十三朝古都看一看，玩一玩。那刚刚呢，我们了解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关于洛阳的很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很想听一听爱奇艺和洛阳有着怎样不可割舍的缘分。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爱奇艺首席内容官、专业内容业务群总裁王晓辉，带来精彩分享。有请会台。特别激动啊，各位亲爱的来宾，在这屋的来宾。 去年的夏天啊，我跟戴戴一块儿，跟我们的好朋友刘白，影视徐康啊，我们一起参加的那个开机仪式。当时导演意气风发呀，现在依然是少年啊，万众期待你的作品终于来了。谢谢马老师提供的马伯庸老师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故事的基础，谢谢我们编剧啊，这从开拍到现在依然在。 精修啊，每一刻每一刻的故事内容和人物，一直在不懈的努力的创造出最好的我们的形象来。我把它称之为2021年，真的是中国影视圈里面的压轴大戏啊！无论从各个维度来讲，这都是一场万众期待的一个大作品。我们办了这个华夏古城宇宙。 这么新的一个概念的推出，其实是对我们自己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来源以及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对中国历史的这种尊重、敬仰，以及对于我们古代先人那些英雄情怀的敬仰，我们觉得真正的 IP 的基础，所有 IP 的雄厚的基础的来源，其实都来自于我们5000年的文明。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的，而风起洛阳。 洛阳的 IP 就是我们的打响的第一枪，华夏古城宇宙打响的第一枪，也是第一个系列的 IP。这里面我们想做华夏古城宇宙，是尝试了几个突破。第一个呢，我们想做的是一个文化传承方式的突破，就是不仅仅是把虚拟和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看到我们12种的表达方式了，里面其中就有像 VR 这种沉浸式的，也有我们虚构的这些故事，也有一些动漫等等。 而且是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做结合，把我们的国风和潮流做了结合，线上线下做了结合，文化和商业做了结合，这都是一个全新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我认为就是影视表达的新突破。我们把十几个故事、十几种表现的形态，其实就想传播一个古都的传奇。这背后其实是爱奇艺多年形成的这种创意力、策划力、它的技术力。 和整个影视工业化整合的一个能力的体现，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实力，敢于做这么一个大胆的尝试。第三个就是原创 IP 晋级的一个新突破，把一个原创的 IP 能从0做到10做到100做到1000，在过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怎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做出一个很好的策划？首先我们依赖于一个个人的 IP， 就是马伯庸老师， 他带领着我们的编剧创作了一个。 古城传奇的一个 IP， 洛阳本身就是一个大 IP，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认为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位波先热，很大的程度其实就是来源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提供的 IP 雄厚的基础，让我们做这些内容有很大的自信心，有很好的故事来源和人物来源。第三个，我们的新的突破呢，其实是商业模式的新突破。大家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视频平台而言，基本上是。 广告的模式、会员的模式，那么其实真正我们说 IP 真正的 IP 是来自于雄厚增值产业链的形成，能够持续提供更好的商业回报。这种第三种强大的商业模式，才是我们做文化产业未来的最重要的一条路。第六个新的突破就是文企政结合的新突破，文化与企业与政府，我们找到了一条非常好的结合之路。 要感谢洛阳市委市政府，感谢市长，感谢我们胡局长，感谢洛阳文保集团，在洛阳 IP 这个开发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巨大的支持。我们相信我们走出了一条文企政结合的一个新路子，这是
我觉得华夏古城宇宙洛阳 IP 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我们做的一些尝试。那么风起洛阳聚集是洛阳 IP 的核心，是我们洛阳 IP 里面的重中之重，所以今天要登场了。我们将会看到整个五洲盛唐的文化，中华灿烂的文明，看到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小人物出身而产生的大英雄的情怀，他们位卑不敢忘忧国，真的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时代在洛阳呈现出来的百姓的江湖，皇朝的这个庙堂，可以看到民间的烟火，可以看到整个我们古城展现的中华灿烂的文明。我们非常期待，我们也相信随着这个风起洛阳聚集的这个上线，肯定中华传统文化会再一次成为老百姓去追逐的一个新的一个潮流。最后还是想引用刚才市长引用的那句司马光的诗，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我非常荣幸的来宣布，风起洛阳聚集将在12月1号上线播出。爱奇艺将全网独播这部古装大剧，在这部剧的整个的从创作到上线的过程当中，要非常感谢国家广电总局，感谢浙江广电局对这个作品的支持、关心、爱护，谢谢他们，谢谢我们所有的对这部戏关注的我们的各行各业的朋友们。然后随着风起洛阳12月1号爱奇艺全网独播，在12月份我们还将上线洛阳 IP 的纪录片《神都洛阳》，洛阳 IP 的动画片《风起洛阳之神机少年》，都将在今年登场，也请大家敬请期待。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华夏古城宇宙之洛阳 IP 的一个宣传片，请看大屏幕。华夏古城宇宙是爱奇艺立足于重现华夏历史文明打造的多元娱乐形态全景内容。在此架构上，爱奇艺首先以洛阳地域文化为核心，开发12种产品形态，发现华夏古城宇宙的千年奥秘。从记忆中的历史到荧幕上的故事，杀了你便可离开，那你不妨试试。洛阳天地间，奇旅盛世行，以新视角重现古城文明，用爱资源赋予文化新生。金春洛阳百变登场，硬核真科技，沉浸新体验。这还不够吗？等等，这里还有舞台剧、商业地产、游戏、文学。新古城不一样，解锁神秘青春洛阳，发现华夏古城宇宙，尽在爱奇艺。大家好，我是华夏古城宇宙领航宝贝小茉莉，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探索华夏古城文化的魅力吧。哇，听完两位领导刚刚的相关介绍，并且看完这支宣传片之后，我觉得我的期待值已经被拉到爆棚的阶段了，相信各位跟我一样。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华夏古城宇宙之洛阳 IP 发布仪式的环节，让我们再度掌声有请到洛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市长李新建先生及爱奇艺首席内容官、专业内容业务群总裁王小辉移步台上，共同完成我们的启动仪式，有请两位。来，有请两位。来，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3、2、1，请落印。随着分别代表着洛阳和爱奇艺的两枚印章深深地印刻在卷轴上，我宣布华夏古城宇宙之洛阳 IP 正式官宣。
扣章为盟，让我们在这里衷心的祝愿爱奇艺和洛阳城市 IP 的合作能够和双方之力共同推动中国古城历史文化的发扬传承。好的，感谢两位，请落座，谢谢。好的，各位，完成了我们的启动仪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聚集风起洛阳的发布会环节了。而在发布会环节开始之前呢，有三位神秘的人物早早的就聚集在了我们的暖寒茶会上，他们正在共同探讨着一件关于神都洛阳的大事儿。而这件事儿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大家好，我是爱奇艺的戴莹。我今天来小小客串一下这个小的主持人，然后也特别开心，就是阔别很久以后又跟我们的主创坐在了一起。然后其实我也特别想代表网友来问一下马伯庸老师，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以洛阳为这个主题来进行创作的？因为我喜欢历史嘛，那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会发现不管研究哪段历史，洛阳是一个你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城市。你不管研究哪一朝，你总会绕来绕去绕到洛阳。所以我对洛阳有一个特别的感情，我会每年都会去洛阳，去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城市的风貌，观察一下它的质感，寻找一下这个古迹啊古风。那么后来我是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城市，这么多的故事，我们应该为它做点什么。确实，因为其实我们在风起洛阳这个项目开拍之前，我们是所有的主创，包括马伯庸老师，包括徐康，我们是一起，其实是去了很多次洛阳去采风、去学习，然后去感受洛阳的文化。所以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洛阳是怎么样的一座城市，或者是说在你的认知里面，神都洛阳是怎样的一座城市？我觉得洛阳它有一种质感，是一种和水有关的质感，因为我们都知道洛阳毕竟和洛水相关，那么这种水的质感带给我们是一种雍容大方，而且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柔美和浪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洛阳本身所具备的一个秉性，一个特点，就是希望能够把这种特点表现出来。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徐康哈，但是在问徐康问题之前呢，因为我们风起洛阳里面其实百里弘毅也就是一博扮演这个角色，其实他是跟鲁班锁有比较多的互动的，我给你这个小游戏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你看你能不能解开它啊，我一会儿要验收你的成果。还要考验智商。对，一会儿要验收你的成果。然后其实想跟徐康聊的就是这次我们在合作风起洛阳这个 IP 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 IP 层面的开发和创新。你有什么可以去把这些我们的特点和创新可以分享给大家呢？因为做这个其实特别打动我的是华夏这个古城宇宙的这个系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古城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后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然后整个汇聚成这个中华文明的一个面貌嘛。然后特别是这次我们有机会做这个盛唐时候神都的这么 一座城市，让我们觉得非常激动。然后整个过程呢，有艰辛的地方，也有很激动的地方吧。然后在各个内容的打造的时候，我觉得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种创新性吧，就是把一个 IP 横向、纵向的，横向就是跨内容，纵向的这种系列化，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次其实我们在合作华夏古城宇宙的过程里面，其实刘白也做了非常多 IP 的开发的方向，包括了动画，然后包括了剧集，包括了我们的动画电影，然后以及说真人电影。其实在这些维度，包括我们的宇宙 IP 的开发层面上，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说我们的创新的联动的地方在哪儿，所以也特别希望通过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每一个内容的开发上吧，我觉得各个团队的这些合作，特别是跟平台跨部门的这种合作，其实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启发。解开了吗？没有，还没有，我已经撑不住了，你加油吧。我就想侧目看看马老师到底解没解开鲁班锁。一会儿我教你，或者让一博教你啊，就是解开这个，解开鲁班锁。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吧，每一个内容出来大家能喜欢。然后这个上面其实我还很感慨的是爱奇艺的一个赋能，
就是像文化高度上，像跟洛阳市政府深度的合作，然后在技术上，比如说像 VR， 包括我们搭建场景的这种全景化、数字化的扫描，然后像在衍生上线下的这些结合拓展，我觉得都给我们也带来很多的这种启发。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把一个大型的 IP 去做商业化开发，整体的一个这种立体的打法。确实，其实通过我们这次华夏宇宙，包括风起洛阳这个多维度的 IP， 实际上是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洛阳，以及了解我们这个故事。因为其实我们的动画的剧情实际上是讲述了百里弘毅还有柳然他们小时候年轻的一段故事，其实都会帮助大家多维度的去了解人物，包括我们之前做的纪录片也能够更好的让大家了解华夏古都的文明的历史和璀璨。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我自己想想也会非常兴奋，我也相信很多的网友会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 IP 的打造，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好像是应该你问我问题。我假对，因为确实就是还挺，因为马老师就是他已经解开了，对，已经解开了，然后已经放弃了。其实还是蛮好奇的哈，因为这个华夏古城宇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系列，然后想看看戴英姐对这个是什么样的期待，就对整个的这个系列。对，其实我自己是很兴奋，然后我也特别开心，就是在辉台的这个带领和指导下，其实我们发起了这个华夏宇宙 IP 的整个的打造。然后在打造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是有特别深刻的这种和深，就是比较深刻的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强的骄傲感。我觉得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得到了非常强的这种追捧和喜爱，然后我们也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风起洛阳》这部作品，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自信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能让全球的这个用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会很兴奋和期待的一点。那再问你一个很难的问题啊，你觉得《风起洛阳》这部剧跟其他的古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有什么独特的内核表达吗？我觉得就是特别独特的一点就在于洛阳两个字。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就是因为其实中国我们的影视行业，我们在去做古装题材的时候，这么多年来其实都有一个极强的优势，其实就是我们有非常长的历史长卷，能够让我们去进行创作。那能够以洛阳这个背景去创作，就是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文化背景，能够帮我们去延展出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我们剧情里面其实有拍到不良景、不良人，这都是我们由我们自己真实的这个历史背景演发出来的故事，所以它的动人之处也在于此。包括其实我们都知道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基本上我们说三代之居皆在河洛，我觉得其实这些点都会让我们觉得洛阳这个城市和洛阳整体的文化有非常多能够去跟其他古装有差异化的地方。嗯，马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就是你怎么解释这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对，实际好像很难。一博我帮你教一下马老师这个东西怎么开。应该是这样哈，看哈。哇塞，这这样开啊，很巧，对不对？好，这个一会儿你下去送给你了，回家，对，回家好好的那个去研究一下。因为其实因为就还想补充啊，因为其实河洛文化自己的建筑群也非常的独特，然后包括唐三彩的这些艺术也有非常独特的地方。其实我们这次针对于洛阳和传统文化里面也做了很多延展。我们这次风起洛阳里面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好玩的流行词的延展，所以今天大家看我其实手上也带了我们的衍生品尚可，然后其实马老师也带了，他带的应该是我看看甚好啊，他带的是甚好。对，其实我们都是由传统文化然后由剧集生发出来的非常多有趣的有趣的内容，然后包括我们桌子上摆的这个我们的盲盒，包括我们的这个衍生的这个
玩偶，其实都会从多个维度让大家去了解风起洛阳的这个作品，以及跟大家一起玩起来这个作品。然后同时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剧集里面还有比较有特点的，其实就是我们有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价值观和精神，就是我们剧集里面的高秉烛的侠义啊，包括思悦的这种执着，其实都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其实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武侠的精神，这种特别值得我们去传承的和去不断去回望和学习的这种大侠大义的这种情感，实际上是我感觉我自己感觉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这个内容，所以其实这也是风起洛阳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和观看的原因。既然你收了我的伴手礼我就想问你哈，就是在洛阳这个古都会有什么样比较大型的庆典吗？洛阳其实跟一个词关系非常密切，就是光。光，洛阳的光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特质，所以说在这一次重大庆典有一个叫做燃灯大典，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哎，那好像今天我们现场也有这样比较特别的仪式，那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哈。没错，说到燃灯大典呢，今天我们在现场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燃灯大典，而刚好我们有三位贵客今天来助力我们的燃灯大典，让我们掌声欢迎风起洛阳的神都小分队登场，有请高秉烛饰演者黄轩，白领红衣的饰演者王一博，以及胡思月的饰演者宋倩，欢迎三位。好的，再次欢迎我们的神都小分队，掌声送给他们。诸位有礼了，三位今天来呢是要参加我们的献灯大典，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发布会呢也会同步的到时候在我们的国际站上线，所以三位要不要先跟我们全球的网友们打个招呼，来轩哥先来吧。大家好，我是黄轩，在风起洛阳中饰演高秉烛，欢迎。一博。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在风起洛阳中饰演百里弘毅，欢迎。倩倩。大家好，我是宋倩，在剧中饰演武思月。好，再次欢迎我们的神都小分队。那其实这样呢，我们这个献灯呢可不能是随便献的，我们有一些障碍和一些难度，所以今天的三位将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灯谜，这个灯谜如果顺利解开了，诠释的好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四盏灯全部点起来。那我们先看一看谜面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谜面是 YYDSD。那我们觉得也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先给三位一点点提示好吗？我们看一下谜面的提示，什么什么的神都。那今天呢我们曲水流觞那边有四个灯架代表了四个谜底，而谜底的答案呢是握在咱们这个座谈会的三位嘉宾的手里，一会儿呢我们就能看看到底答案是什么。所以第一个谜底首先有请到的是留白影视的创始人也是风起洛阳的总制片人徐康总，为我们揭晓一下好不好。徐康总，您这个 YYDSD 的第一个谜底是什么呀？您先说一下，然后让我们三位来诠释一下好吗？我的谜底是有缘的神都。有缘的神都是吧？ OK， 那我们就围绕这个有缘来聊一聊吧。三位觉得自己跟洛阳有没有缘分，或者说哎，提起洛阳会想到什么呢？轩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提起洛阳，我首先会想到它是我们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还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沉淀。好，非常深厚的历史沉淀。那倩倩呢，提起洛阳会想到什么？提起洛阳，其实前一阵子去洛阳做活动，第一次去了洛阳，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去了定鼎门，还喝了牛肉汤，然后还砸了那个胡饼。特有趣是吗？还喝了酒吧。对啊，喝了那个黄 酒。对，所以对洛阳也是感觉一见倾心。非常喜欢。那一博作为洛阳人啊，提起家乡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呢？洛阳，对，是我家乡，我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作为洛阳人我很骄傲，我很自豪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城市里长大。对， OK， 也看得出来一博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而今天我们在这里既然说起了跟洛阳的缘分，那可不是光说说而已，因为三位呢在风起洛阳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戏份，而我们今天呢也将在现场重磅的为大家发布我们归藏凤的
定档预告片首次播出啊，各位请看大屏幕。我是一副倔强的浮沉，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在逃避。天生万物各得其法，孤勇之徒不是唯一。今日我以内卫御华军之名立誓，有功即功，有罪追过。就是这几个蝼蚁害得神道暗中接连追击。有什么发现？这几个月连续发生的事情都指向春秋堂。调取所有卷宗资料，几日之内我定会找到春秋堂。我说了，我可以破解。东南角，巡挂应该是这里。我昨夜被吊挂在这房梁上，拖着痕迹犯罪，应该是挣扎过。如果这背后真的是春秋堂的话，那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一起找证据，不能先下手。我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我来布局。回房打草惊蛇，我还可以继续合作吗？我们必须在搜查范围。百里恒没有危险，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我们有可能被骗。云涌的预告片好棒，而且能感受到我们神都小分队的那种团队感，而且好像每一个人的人设也特别明显，所以三位能不能用剧中人物的那种感觉再做一下自我介绍，可以吗？轩哥来吧。大家好，我叫黄轩，在风起洛阳中饰演高秉烛。哇，我感觉轩哥下一句话就是我的刀很快，你一定要小心。我只相信我的刀。大家好，我是百里弘毅。就是人很会的角色是吗？头脑担当。好的，来倩倩。来，我们都让开，他要打。他要出手是吗？你别影响我，你怎么回事？在下那位月华君。哇，各位真的。可能我的距离比较近，他们三个一进入角色之后，我已经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杀气了。那我们就展开聊一聊吧。先问问轩哥，就是高秉烛这个角色啊，和你以前就是过去演过的角色相比而言，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觉得他身上背负的东西特别特别沉重，非常有弧光的人物。他从一个一开始是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眷恋，甚至都不想活着的人，一心只想复仇，到最后因为遇到身边这两位伙伴，因为遇到种种的事情，让他整个人的心变得柔软，让他知道活着还有意义，然后最后他能从一个冷血的复仇者转变为一个想要一心保护神都的人，所以是一个我觉得变化和过程非常多又非常丰富的一个人物。 OK，那如果说您觉得高秉烛对于黄轩来说是变化是丰富，那想问一问一博，百里弘毅对你来说，如果拿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的话，会怎么概括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技术流吧，他对于他喜欢的东西非常的钻研，然后我觉得他对于地形上非常有自己的 3D 的头脑，非常的聪明。对， OK， 一个在古代就有 3D 头脑的技术流，我们也期待一下二郎。那问一下我们倩倩啊，作为咱们神都小分队里面唯一的一个女生，这一次好像是一个挺不一样的存在或者担当，是什么样的存在呢？他算是一个守护者吧，就基本上不是在救人就是在去救人的路上。对，然后我觉得他是心中有大爱要守护神都的一个人，但是他同时也收到了很多别人的爱，他的哥哥呀，然后包括其他人都是一直很爱吴思月的，所以说既在救别人也在被大家的爱温暖着。那刚刚其实倩倩提到不是在去救人就是救人的路上，我们看预告片里好像轩哥倩倩都有蛮多的那种打戏，那轩哥现在如果回忆一下其实那么多场打戏，觉得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
看过片子的朋友应该记得，在一开场在马车里有一场打戏，那个空间非常狭小。当时我去拍的时候，我在想这么大一场打戏放在一个小马车里怎么打，但是我觉得那个拍的还挺精彩的。我们分了两次，每次三天，一共六天才拍完那场戏，那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场就是五四月来追我，在不良井，我们有一大串的跑酷，我觉得那个非常精彩，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把整个空间利用得非常充分，而且它有水，有陆地，有空中，它都很丰富的把动作留在里面，我觉得是一场很特别的打戏，也很特别。那倩倩其实是资深的舞者嘛，那你觉得是舞比较难还是舞比较难？都难，然后难度不一样。我觉得很庆幸我是学过舞蹈的，所以在做打戏的时候会稍微给我一些帮助。对 ，OK， 那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打戏的场面？开场吧，第一场你不能说第一场，就是第一段打戏是在男士的一段打戏，追逐啊，然后打的那种。我们当时拍了是整体应该拍了一个星期，但是我的部分可能我拍了得有个四天五天，四五天。对对对对对，那段打的就是各种设计啊，跑啊，追啊，什么东西的就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段是在竹林里面的打戏，竹林里，对，在竹林里面的打戏，就是那天外面在下雪，我还记得外面下很大的雪，然后那个竹林又很密，然后竹子的叶子然后把雪挡在了外面，然后就你能想象摄像机的外面在下雪，然后我们在竹林里面追逐，然后再打，然后那段打戏我觉得打得特过瘾，特别过瘾。我相信到时候播出之后，大家看起来一定也会很过瘾。倩倩特别不容易，她在中间腿还受伤了，受伤了，韧带，好辛苦哦，特别不容易把这些打戏。但是刚刚看到那么精彩的预告片，一定会觉得说很值得，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那刚刚二位啊谈了很多打戏，因为是我们剧里面的这个武力担当嘛，那咱们二郎百里红应该就是头脑担当了。好像说在剧里面有很多就是特别机智的部分，而其中还有一张剧照呢，相关的工作剧照上了热搜。哎，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好吧。一博看看这张照片，见过这张照片吗？见。当时很多网友在讨论说王一博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然后还上了热搜，很多人批了不同的版本，你有看过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那种批图？有看过一两个。有没有自己觉得哎现在能想起来的？我看过一个大勺的那种，说什么我要喝你一碗汤只喝一勺那种，就一个大勺是吗？对对对对。OK， 那现场现在给我们真的就是揭晓一下吧，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呢？这其实是一个在家里的一个煎茶的茶具，对，平时喝茶，因为他很喜欢吃，很喜欢品味美食嘛，就是煎茶的一个茶具。对。OK， 说到这儿啊，刚刚一博说了他很喜欢品美食，那我们可以在这儿稍微剧透一丢丢，就是在剧里呢，这个一博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美食家，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上线去看看有没有让你觉得也很同意的部分。好，那想问三位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跳出这部剧来看的话，这三个角色身上有没有说自己想要就是保留下来的一些特点，或者彼此的角色身上有没有让你自己本人想保留下来的特点？轩哥有没有？他的武艺高强吧，武艺高强。那后来高秉烛应该也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的。OK， 那他们俩身上有没有，就那两个角色身上？一博身上，我觉得他人物里的专注，我觉得非常的状态非常的好。百里弘毅的专注，对，百里弘毅的专注，然后伍思月的责任感。像轩哥的话，可能是内心更自由吧，但他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对别人对他的拘束啊什么的。对百里弘毅的话，我觉得也是专注吧，对于一个事情的钻研跟专注。OK， 那倩倩有什么想要保留的吗？我想要保留伍思月，就是身边人对他的爱啊，对对对，然后因为我想有个哥哥，想有个哥哥，对，因为剧里面伍思月的哥哥对他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对，我想有个哥哥，对，然后。高秉烛，我想要他的那种执着，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弄清楚，一定要达到目的的那种执着。然后百里弘毅，我想要他的那种聪明头脑，对，他的头脑就是那种就书看就会觉得OK， 那我们也期待
上线之后看看三位身上这个头脑呀、专注啊、执着啊和被哥哥爱到底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情况。那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感觉小分队之间很有默契，但这个默契呢可不是说有就有的，我们现场要考验一下，所以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道具，我们来进行一个团队默契大考验。好的，各位，那接下来呢就要让我们的神都小分队进行默契大考验的环节了。规则是这样的，我会依次出题，然后三位不可以商量，也不要有那个眼神的互通有无，用直觉举起你们认为答案是谁，好不好？我们这一轮呢答对了有奖励，如果默契不一致的话有惩罚，所以各位一定要警戒线拉起来了啊。我们的默契拷问开始，第一题，请问三个人里谁是在现场笑场次数第一多的人？三二一，请举。啊，不对，哎，怎么还换？不是不是，我想指，我想要指他。一致指了轩哥是吗？哇，那好，请问在现场笑场第二多的人是谁？三二一，请举牌。哎呀，我都看到他们在互相商量了，这个能不能算？没有，不能算，不能算，这个绝对能商量。没有，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那这样，在现场这个问题其实不问也罢，但我还是要问一下，笑场第三多的人是谁？三二一，请举牌。那一共就三个人，对，我们三的话，这样子的话只能是我了。看会不会拿乱？那这样，这个问题呢看起来很默契，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拿一段视频来证明一下。啊、所以刚刚说了，答对有奖励，答错有惩罚，反正都是放花絮给大家的福利，好不好？其实我们俩是并列第一，应该并列第一吗？对对对，对，有时候我们两个一对视，不是，但是导火影子一定是轩哥，是轩哥吗？一博说你们俩一对视就笑吗？有的时候，对，还可能一两次吧，后来感觉。一对就笑。好，那来我们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回事啊？来看一下小分队的花絮。笑场是真的没有办法治病。
放在这儿。绝了！他们三个人眼泪都笑出来了。你们在片场每天都这么欢乐吗？对，非常欢乐。只是导演比较无语。看一看导演的表情。好，那现场那么欢乐，相信到时候播出之后再回去看也会有很多的回忆。那我们继续来提问，看看一会儿还会把谁揪出来，好吧？我们还有很多花絮呢。哦。在拍摄现场谁最多动？三二一，请举牌。多动。多动。那刚才举的刀的是谁？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要算不默契了。一博看了半天是吧？一博为什么选倩倩？花絮啊。花絮啊。这样，既然一博老师这么想看倩倩的花絮，我们来看一下王一博的花絮。啊？我吗？因为这个真的很多动，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到最后是不行，可以横一点，不行。没有，没有，他不信，简单，开始。怎么的？一会儿他就一下哭了。对不起，不用，还真是哎，这个话真难懂。因为手稿被撸秃了。他去。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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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八个四。一波咳嗽，注意啊！你看用不用给拿点水？没事没事。啊！就听到这么大声了。算多动了吧？不是不是，哎，我在现场怎么没注意呢？所以一博看完这个觉得算多动吗？就是甩的那一阵儿啊，这好像是我不知道，因为就是可能下意识就在那儿有小动作哈，听的时候就在那转了，好可爱，像极了小时候每天都非常安分的我。果然，那多动如果是一博的话，下一个问题看看大家的默契还能不能 get 到啊？请问拍摄现场谁最话痨？三二一，请举牌。怎么这么犹豫才把自己举起来？看看那边，哎，都是你。比较了一下，好像是我。那我来想挣扎一下。真哥觉得话痨在哪？他反正是性格特别直率直爽，然后每天都能把自己说得很开心。对。说任何事他能说得自己很开心。这一段我们有视频为证，不仅把自己说得很开心，万物皆可说。各位来看一下倩倩的花絮。万物皆可说。这段真的绝了。夏天毛很长哎，好短哦。你是我们这里的演员吗？你夏天毛很长哎。方飞，你真听话，方飞。方锤，你脸贼帅，你脸发了子。方锤，方锤别笑。方锤，方锤，方锤。啊！方锤，你真的很粘人哎。锤，他怎么叫方锤？你起个名吧，你。以后你叫黑风好不好？好的话你眨个眼，你眨个眼。你看你把嘴说反了，你想马把嘴撑着。有可能。让我痛惜，中午饭就这个了。哇，你们俩好惨哦！你们俩长那么可爱，不会吃你们的啦。哎，你去哪儿？嘿，我说我很凶的，我跟你说。哪去？等一下。好了，别害怕，别害怕。没事。毛好滑哦。大飞。宋岩，我也来辛苦了。干嘛？他拉了。哦，好恐怖！我小时候被鸟屎砸过，被鸟屎砸过，我好害怕呀。喵咪，喵咪，喵咪，
皆可说吧。对，我那个这两天不是变天了吗，然后找出来我那个绒的裤子，穿一条腿长一条腿是短的。什么？我给刚刚给猫不是剪了那个做了一个马甲吗、啊、我把我一条裤子给剪了、哦、我现在裤子这两天冷、嗯、然后我套一条裤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有爱心。主要是现场不仅有爱心，也确实是能跟所有的动物唠起嗑来。那那么多个动物里，青年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都很好唠啊，他们都很好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也这样觉得。好，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请问三位，谁是拍摄现场的最强打工人？三二一，请举牌，不要看彼此。打工人，最强打工人，什么意思？就是在现场特别的打工，对，打工人嘛，打工不易，多才多艺。那都还都挺多才多艺。这样吧，这一轮我们也不举了，反正看的也就是轩哥的花絮了嘛。为什么说轩哥是最强打工人？看完这个花絮，大家就明白了。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完了，哦，别忘了我们音乐剧演员，你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终于明白了，一唱就是我们跟春秋刀才是互换，没有朋友，没有情。你唱的时候，我们春秋刀，围一个圈，你在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们，不除掉你们这个祸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一定要灭了春秋刀。那你拜我吧。知道我们以共同的敌人。然后这边让人一起给我结尾再刷一个圈套开所有人。要拍戏。所以这个是最强打工人，自己给自己找班家是可以这样理解吗？我怎么了？我就自己给自己找班儿加，就音乐也要加，舞蹈也要加，是最强打工人了。没有没有，我是觉得现场需要一些调剂气氛的一些，因为高秉烛实在是太苦闷了，一直在苦闷中，所以我本能的要给自己找点乐子。他需要点副业，搞点副业。那另外两位在现场有没有搞点副业？一博在现场有没有什么可以卷起来的内容？就比如说你们三个互相之间作为打工人在片场卷起来，轩哥可能会哎唱个歌跳个舞啊。那你们二位有没有什么在剧组一些有趣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好像就笑场最有趣，最有趣吧。那一博那时候在健身。哦，健身啊！啊，对。那健健呢？在想有没有什么卷的部分？一个健身卷，一个唱歌跳舞卷。咱们，我卷着给小猫咪做衣服。可以做裁缝。我们爱心卷啊，三位都是卷人啊。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拍摄现场谁最疯？这个疯呢，各位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好不好？先不商量啊，看前方。三二一，谁最疯？请举牌。最疯，那。那这样，轩哥先说说倩倩是什么风，哪种风，为什么最风？你刚才一直在对着周遭的一切说话，自言自语，所以是有点疯疯癫癫的风。对，那一博选的是轩哥，为什么风？就是刚才那个视频就可以体现了，说明一切啊。好，倩倩呢？就是很风风火火，他在剧里面就是很风风火火，对，就是干啥都很着急。嗯，节奏很紧，就是来也快，去也快，要说什么事儿，就还没说完就要去的那种，对。OK， 所以是这个风。那其实我认为三位啊，可以各有各对于风的理解，因为我们还有一支我们小分队集体的花絮，来看一下每个人是什么样不同的风。来，请看花絮。我这拿了动鼻涕了。来。我可能刚才放少了，然后做的太甜了，我就不行。爸爸也来。垃圾。
关机。今天憋得好辛苦啊！我一直在憋。他是影子吗？对，确实每次都是轩哥先笑。要影子。那三人的笑点如此一致，应该也是很有缘了。我们刚刚来诠释的这个有缘的神读，我们先要问一下徐康总，您觉得刚刚他们的默契，他们的笑点算是诠释好了有缘的神读这个谜底吗？太有缘了，我们这边笑的都流眼泪了。好，那就算是完成了我们这个揭秘谜团。那接下来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将徐康总手里的谜底牌挂在浮灯上，帮我们点亮第一盏有缘的浮灯，我们有缘的神都。好的，我们第一盏浮灯已经点亮了，那接下来呢就可以揭晓我们的第二个灯谜了。第二个灯谜的谜底呢握在戴莹总的手中，想问问戴莹总，您觉得这个 YYDSD 可以怎么理解，是什么的神都？我实在是不用觉得，我有答案。好吧，答案来告诉我们吧。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因为一博是洛阳人，可以让一博用那个老家话读出来。一博试试。怎么说来着？是不要。怎么说老家话？有牙的慎读，是吧？有牙的慎读。应该差不多。再来一次好不好？有牙的慎读。有牙慎读。有牙的慎读。好，那优雅的神都我们还是要来诠释一下啊。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个神都的优雅，其实洛阳的牡丹啊什么都很优雅，那这一轮呢我们就要让三位在剧中也是风流雅士各有优雅之处的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从咱们的轩哥开始吧，听说轩哥这个有练习过毛笔字是吗？对，平时写一写写一写啊。那今天在现场呢给我们燃灯大典提个字好吗？行行，来，轩哥答应了，上道具。我给您磨墨。哎，好的。可以，来，倩倩磨墨，看轩哥会给我们燃灯大典提个什么字呢？哇，写的很好哎。第一个字，我们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落。是一个落，哇，来。我们一共写上几张呢？三个吧。三个啊，好嘞。这样看他们三个仿佛就回到了剧中。很飘逸，第二个字是神。神 OK， 来，还有第三个字，每一张都是倩倩拿纸然后一博收起来，感觉他们三个哎呀真是有团魂，有这个受宠若惊。轩哥满意。
这个院子学的一气呵成。来给大家看一看院。那这样我们三位艺人拿一张给大家集体展示一下好不好？哇，三个字分别是洛神院。哎呦真好。那轩哥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三个字有什么样想表达的内容？因为我觉得洛呢代表洛阳，是我们整个戏的主题。还有就是神呢是代表神都，我们一直守护的神都就是神。然后呢愿就是我们这三个人所有在这个片子里的愿景，就是守卫神都，守卫洛阳。然后呢也同时代表我的一个心愿，希望更多的观众来看风起洛阳，喜欢风起洛阳。说得真好，既是轩哥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那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三张字妥善的收起来，同时我们进入到下面的环节。好的各位，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优雅互动环节。一博身边现在有很多的美食，但想先问一下一博，看我手中的这个东西眼熟吗？啊，眼熟。这是什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尚可。尚可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还不错的意思。还不错的意思。那在剧中尚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是吃到一家店觉得这家店菜还不错啊，就会给一个尚可。所以你的尚可是在剧中很有分量的尚可吗？对。OK， 那是不是商家如果有了你的尚可就会觉得特有面儿？应该吧。那好，这样现在面前呢有十二个洛阳美食啊，那一博用尚可来标注一下自己喜欢的三道好不好？最喜欢的三道。看来不可。一博跟我们介绍一下呗，这三个里我好像只吃过八宝饭，另外两个我都没听过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浆面条的口感是怎么酸？对，但是它虽然是面条，但是它是用勺子挖着吃的。哦，对，是比较稠的那种。炖烂的那种。对对对，然后比较糊，反正就很好吃。然后还有脆脆的，就很好吃就对了。各种佐料 ，OK。那油炒八宝饭是甜口吧？甜口的，对，小时候吃的。然后就是这个水丸子，水丸子一定要是丸子刚放进去没有多久，然后是有那种脆脆脆的口感之后，然后再吃就很香。对，哇，说的我都想去洛阳尝一尝了。那轩哥跟倩倩有什么洛阳美食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吗？这俩人眼睛都快挨到那个盘子上了。我都想吃。想吃哪个看看？我都想吃，但是没见过这个熬货是什么呢？啊，我也没有，是一个什么？不了解，是一个什么？像烩菜感觉。烩菜啊，像烩菜。哦，那这个粉蒸肉也好吃啊。好吃。粉蒸肉吃过。那这样。火锅都没见过哎。我都没吃过。一会儿要不然给轩哥跟倩倩一人推荐一个好不好？我觉得轩哥可以粉蒸肉。粉蒸肉。下酒。对对对，下酒。下酒。倩姐的话。都推荐给我吧。对，都给我。八宝饭应该挺喜欢，应该会挺喜欢。因为是甜口的。甜食。OK， 那到时候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去洛阳品尝一下这些美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博的这个点评环节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到下面的优雅互动环节。这一话呢就要跟倩倩的这个美丽的妆容有关了。来，我们上一下道具。好的各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倩倩的优雅互动环节了。听说神都的女子们个个都是妆容相宜，而且呢她们的妆容也会有非常多的变化，每一个比如说花店这样的小细节都有很多不同的画法，所以倩倩今天给我们画四个不同的花店好不好？好，来先画，我们先不给大家看，画完了我们转过去啊。哇，来了，倩倩撸袖子了。台上六只眼睛盯着一只手。哎，很好看哎。哦。嗯。哇，
这个好美啊，这个像是印上去的 logo 一样。我们现在在完成第三个，一会儿把四个呢一起给大家看一看。倩倩画得特别认真，然后整个人感觉都进入了花店的世界里，好美。OK， 这样吧，很完美了。这样，来先放上，我们再转过去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好，来，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来了，先来一波掌声，好不好？然后，请您介绍一下这几个分别有什么，就是设计感在里面。这第一个其实我在剧中有画过，就是差不多类似。然后第二个也是在剧中有我有画过类似的，对，像小兔子耳朵一样。对。然后这个我记得是七娘有画过类似的。然后这个有点枫叶的感觉。对，就是那种比较简单的那种。然后这个就是我随便画的，随便画的。但我觉得这个很有设计感，就是有见过，但是就是也记不清楚，太清楚是什么样子，但是好像是类似于这样子感觉的，在脑海里。但是我觉得这个刚刚画完，我跟轩哥还说像是印上去的一样，就它融为一体，非常有质感。那今天选一个最喜欢的好不好？对，那我还是选我自己画过的几张。这个，那轩哥要不要点评一下，哪个觉得最可爱，或者说点评一下画工？我觉得我还真是挺喜欢最边上那个，边上那个啊，对，我觉得它又简单，它那个曲线很特别，很特别，很神秘的一种感觉。OK， 那一博觉得呢？其实我也是喜欢这个，这个，因为前两笔我还以为是一个问号，是，然后后来加了最后一笔，哦，原来是一个这样的啊，就很不一样。我觉得这四个都很棒，然后呢，也希望在剧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女演员们的这个花店的妆容被大家所喜欢。好，所以下来要问一下我们戴颖总了，这一趴我们优雅的神都，您觉得诠释的完美吗？可以合格吗？太完美了。太完美了，那好，我们就可以点亮第二盏福灯了，请工作人员从戴颖总的手里面拿到优雅的神都的这个对令牌，然后帮我们点亮我们的福灯。画这儿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跟他们来一段。好嘞，福灯已经点亮了，然后戴颖总也满意我们优雅的神都，那我们乘胜追击，来揭晓一下第三个谜底，问一下我们的马伯庸老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耀眼的神都。耀眼的神都，那三位就要来诠释一下耀眼这回事了啊。那我们不如展示一下自己的耀眼技能，因为其实说实话，三个角色在剧里就很耀眼，三位呢本人也都是非常耀眼的，那我们就来进行现场的一些展示。轩哥的这个耀眼啊，在我眼里他真的就是演技，因为高秉烛这个角色其实呢，从哎，我这算不算剧透呀，给大家透一点吧，从不良人一直到后面很多重那个身份的转换，所以对状态要求是一直在变化的，包括咱们刚刚预告片里面那一段台词我也觉得很棒，所以现场呢想让轩哥来给我们耀眼一下台词，用不同的状态演一下那一段，接受这个挑战吗？好吧，来来吧，来先把台词给轩哥上一下。这一段咱们先来个复原版好不好，就是高秉烛正常的版本。我是一心只想着复仇，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的刀。哦，你们有没有就是浑身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我只相信我的刀。那好，下面就是考验这个耀眼的时刻了，我们要听河南话版，轩哥。我自己暗自己感觉说，可以可以，你到时候辅导一下我啊。我是一心只想复仇，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孤魂野鬼。我连我的影子我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的刀。我只相信我的刀。一博点评一下。可以可以。
给个分数，有能到80以上吗？跟我差不多。非常完美的点评，跟我差不多。好，那第二个版本呢，我们要听的是浓情蜜意版。深情版是吗？深情版，轩哥如果说需要的话，也可以找人帮帮忙，搭搭戏什么的。算了，我就自己读吧。好，来来，浓情蜜意版。我是一心只想着复仇，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的刀。破防了，勋哥真的可以瞬间就是20秒左右把整个现场的氛围都变一下，好棒！这音乐变了，有没有？您。那这样第三个你想来什么风格，看我们键盘老师跟不跟得上。自己选一个吧，轩哥，什么风格都可以。哦，我说先生们女士们，我只是一心想着复仇，可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的刀。哦，真是太棒了，意志偏袒也很棒，所以各位这一段很耀眼，对不对？好，我觉得轩哥这一盘耀眼耀得非常的彻底。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一博的耀眼环节了。一博这个环节呢，我们需要展示一下动手能力，来，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道具。哇，这个呢是我们鲁班锁啊。那在剧中呢，百里红丽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动手能力。那这样，一博你要不要选一个，然后我们挑战一下，5分钟之内拆开再合上。好，选这个简单一点的吧。好，那我们计时开始喽。好。好，计时开始。哇，我怎么拆啊？哎，在哪？哇，一秒解开。它这个就是只要解开一个的话。就可能其他就散开了。那我们还要合起来。可以试试。这个怎么解？解不明白。轩哥也可以拿一个试试。这个样子解，这个其实很难哎，它像走迷宫一样，就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探索它的这个规律。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解开了，全开了吗？这个不是，这个，哎呀，我只会拆，一会儿交给一博。哇，好了，看看时间，1分20秒。哇，一博，你只用了1分20秒。这个简单一点就还好。那这样吧，帮我把这两个也拆开好不好？咱就不拼。你把这个我拆开的这个你给拼了。这我感觉有点太难了。这可能对，再拆两个，我觉得他玩这个特别有意思。这对于立体几何不好的我来说简直是噩梦。每一个解开的方法都不一样的。嗯，好的。哦，这里面还有一个，都让15秒解开了，对不对？来藏了，太棒了。 OK， 我们把掌声送给一博，这一趴确实很棒，那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很耀眼啦。我们的这个耀眼环节也算是达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倩倩的耀眼环节是什么内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倩倩的优雅环节的展示了。在这一段我们要求是能文能武，因为在剧中其实武思月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嘛。那文的部分，倩倩教我们一下一些礼仪好不好？礼仪，我听说有一个叫什么金刚插手礼的。 对，给我们教一教。就是五个手这样，10个食指这样交叉，对，这样就是金刚插手礼，是联防的手势。
联防是对，联防就是我们系里面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伍思月也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神都女官，对吗？对，我查案的时候，其实很多是联防帮助了我。OK，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金刚插手里，还有一个普通的插手里，是男女有别的是吗？先教我们一下女生。女生是右手在外面，这样子交叉握，这个先是这样想，比一个赞的那种大拇指，然后这个握住它，然后小手指稍微就是自然的出来，这样交叉。然后放在女生，其实正常的女生是放在胸前的，但是我在戏里面是怎么说呢，是是女官，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官，是内卫嘛，所以我一般都是这样，像男生一样的距离就稍微出来一点。然后男生的我做不了，男生是左手在外，对，所以男左女右的这样一个关系。对对对，然后我是这样子的。那这个礼仪一般在什么时候会用到？是见面的时候，还是告别的时候？还是见面的时候也用，告别的时候也用。那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打招呼一样的感觉。是的，是的。OK， 那三位要不要用各自的这个男生女生的方式，然后用这个插手礼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来，神都小分队，各位有礼啦！哇，我已经感受到这样一种文化魅力了。好的，那刚刚是文的部分，现在到了武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刚看那个预告里面，今天有一段在竹林里的打戏，刚刚咱们也提到了嘛，特别炫，特别酷。要不要现场我们放一个音乐给你，然后你给我们展示几个那种特别帅气的 pose， 武打 pose， 好不好？其实我在戏里面啊，就这样导演说的，只要我的刀出鞘的时候，那一定就是要打的。一定要就是对，就是不说话就开打了的，已经就是一般小事就是不会拔刀的。对，所以出去就开打，我怕会误伤，所以没事，上刀上威亚。来，现场的威亚老师就位。所以我来摆几个，就是我在戏里面因为用过很多不一样的兵器，所以我来摆几个，到时候让大家猜一下。OK， 就是我们这几个动作是不一样的兵器，让大家回头去剧里面找找是哪一个兵器，是吧？好，老师来音乐给我们一下。哎，这是第一个，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剑，又有点不像。然后第二个是这样，帅。然后第三个是这样，哎，这个感觉不是什么一般的武器哦。第四个是，是我最厉害的武器，最厉害的武器。好，收起来，穿起来，穿起来。各位，刚刚的四个动作呢，是用到了四种不同的武器，到底是什么样的兵器呢？大家等到我们的剧开播之后，去我们的剧里找找答案。OK， 那这是我们倩倩部分的这个耀眼的展示。那想问一下我们的马伯庸老师了，刚刚三位的耀眼的这个展示，您满意不？觉得能达到我们的谜底不？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好，工作人员来从我们马老师的手里拿过这个令牌，给我们点亮第三盏福灯。恭喜我们的神都小分队啊，再攻一城，成功的解开了第三个谜底。那还剩最后一盏福灯没有点亮，这里先卖个关子，因为我们还有一轮互动游戏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下。最后一轮的挑战呢，我们有几位神秘嘉宾前来助阵，让我们掌声有请风起洛阳总导演谢泽、总编剧武聪、演员蒋龙、刘恩佳登台，有请。来，有请几位。来，几位请舞台上请。没事，要不然你看你把这重心都带到这边来。你快快，你到中间，到中间。一波你就站好了，别客气了，别客气了。你能跑？咱们站导演两边就行啊。对，就大家都好客气啊。对，好的，再次欢迎四位。那先请四位跟咱们全球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打招呼。大家好，我是《风起洛阳》的编剧团队之一，我叫武聪。欢迎欢迎我们的编剧武聪来导演。大家好，我是《风起洛阳》的导演，我叫谢泽。欢迎谢导。大家好，我是刘恩佳，我在《风起洛阳》里面饰演青叶。欢迎青叶的扮演者刘恩佳。来，蒋龙。大家好，我是蒋龙，我在《风起洛阳》中饰演浪里小白龙白浪。
欢迎欢迎小龙。那几个问题跟各位聊一聊，想问一下我们谢导，在拍摄这个《风起洛阳》的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过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嗯，其实刚才好像播了笑场是吗？其实我看那些打的那些马赛克那些字儿，好像就是我在说话说了一些不能播的那这个笑场在现场你有没有就尝试去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给他们就是解决解决呢？压一压，笑累了笑累笑累了就行了。好，那再问一下咱们的编剧武聪老师啊，请问一下您在《风起洛阳》这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里，您觉得哪一点或者哪一个情节是最吸引您的？首先我们做了一些那个比较天马行空的设定，嗯，说联访虚构了这么一个机构，然后我们还设定了不良井这样一个场景。我觉得完善这些具体的一些基础的设置是最有挑战的，也非常有意思。 OK， 那到时候看的时候一定也会引起很多观众们的兴趣。OK， 那来问一下我们恩佳，那在剧中青叶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青叶其实还蛮复杂的，不能用好坏来形容他，就是他武功挺好的，然后他也在剧中帮了高秉烛处理了一些问题，嗯嗯，他也有自己很多就是很艰辛的东西，别人也是不理解的，所以我不想剧透，希望大家去看。好，那就不剧透剧情了，跟我们分享一下跟咱们神都小分队的三位有没有比较精彩的对手戏，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一场呢？我觉得我随便说的特别容易剧透。我有一场戏特别重场，我拿到剧本的时候其实我手都在抖，我说我天哪好难呀，然后我就跟导演，我跟因为我对手戏演员是轩哥，然后我就说对我来说压力很大，然后他们就是一遍遍鼓励我，然后引导我，特别是轩哥就一直带动我，最后就是非常好的完成了，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突破吧，谢谢轩哥和导演。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那来跟蒋龙聊一聊。那蒋龙其实要作为一个经常诠释一些有喜感角色的演员，那这一次呢这个白浪是不是也制造了一些笑点和趣点呢？本来是有一些，但后来发现在轩哥面前有点自愧不如了此话怎讲，我发现轩哥才是一个特别演喜剧的人。我第一天见到他的时候特别紧张，就是我觉得轩哥气场又足又沉稳又特别有气质，我还在想怎么诠释我这个比较好笑的角色，结果在他身边一站我就觉得我比较可笑了然后但是轩哥也很帮我，然后第一天我们说真的特别紧张，我嘴都是发抖的，我就看对着他笑脸都是抖的。然后我们第一天他就拍了一个他打我脸的戏，特别紧张的，他拍的还蛮开心的，就挺好。然后轩哲就负责我们这个洛阳比较厚重啊有积淀的历史部分，我就负责比较轻薄的这些比较浅薄，没有是负责让观众快乐的部分，对，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开心嘛。OK， 那白浪这个角色你觉得哪一点是最吸引你蒋龙本人的？就名字我就很喜欢，就是白雪白的浪花浪里小白龙，我在剧里还加了一些东西很适合自己的名字。然后另外呢他又是这个轩哥的跑腿，一般轩哥他不愿意做的事情都会让他去做，就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他帮助他，也是高秉烛在剧中前期唯一相信的人，就是他守护神都，我守护高秉烛。哇，这句话，他守护神都，我守护高秉烛，我好期待。那好，今天呢，我们几位主创全部都在舞台上了，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因为他们一直都表现得很有默契，很有团魂。我呢就要挑事儿，我要试着挑拨挑拨，好吧，看看我能不能挑拨成功。咱们来做一个游戏，叫做我有你没有。然后咱们每一个人呢拿出五个手指头，我来做一个示范啊，比如说我啊，小瑞。我有今天现场的主持权，你们没有。哎，如果你们真的都没有的话，就要收掉一根手指头。但这个只是示范。然后七位呢，来试着玩一下这个游戏。一轮玩过去之后，我们看谁剩的这个手指头数最多，谁就胜了。但是我们希望的是几位演员呢，围绕着自己的角色来说，就以百里弘毅啊、高秉烛啊、伍思月的身份来说，我有什么你没有。然后咱们导演跟编剧也一样，围绕着咱们这部剧来说，好不好？那从蒋龙你开始吧，离我最近嘛。来，五根手指头，你有什么别人没有？我有高秉烛的信任。我也有。嗯，高秉烛说我自己也有。一博有吗？后来也有了。后来也有了。
也有。那你有。我觉得高秉烛也是信任导演跟编剧的。好，我们宣布这一轮每个人都有蒋龙自己掰一根手指头，好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手。来，恩佳。我有春秋道的暗道地图。哦，暗道地图，你有吗？没有。那掰一根，倩倩有吗？吴思月有吗？没有。掰一根。我最后有了吧？我有吗？给你的。你给我了。啊，那就有了。那我就有了。导演肯定是有的。一般有，导演啥都有。好，那我们扣一个。编剧也有。你们说这个真的，编剧就是什么他都有。编剧老师，您不用扣，那地图您肯定有啊，都是您编的。那您怎么还收一个呢？对，展开啊，好，来，倩倩。我有芙蓉牡丹令。芙蓉牡丹令，有吗？啊？是什么？有吗？是什么？是什么？把手指就弯起来就可以了，就弯一个手指就可以了。天哥也是直接弯。哎，我是不是后来也有了？你有什么你啊？我那是。你不是给了我一个芙蓉牡丹令，我进去。谁给你了？行吧。导演，您有吗？导演说：“我好像都有。”他有，他有，都有。导演，您觉得您有吗？您自己说，我们听您的。他有。那玩意儿就是说话好使，说话。我觉得那个就是说话好使嘛，我就有。一博呢？默默的又弯下去一只手指头啊！哈，没有。OK， 那好，轩哥，您有什么别人没有的？我有睡过棺材。在剧里睡过棺材，这个导演跟编剧也得弯了。我先问一下蒋龙，你睡过有吗？我有睡过，他睡过的棺材。在这部剧？不是，就是在那个戏里，可能啊，自己设计的。啊，自己没有在戏里正片呈现。这我们可以相信吗？还能这样？那算了吧，放个水。人家有吗？没有，我看到过。看到过不算，来弯一个。倩倩呢？没有。没有，弯一个。差点睡进去。导演，弯一个。我靠过那个棺材，靠过，但是没有睡进去过啊。一博呢？没有。好，编剧老师也没有。OK， 那导演到您了，放个大招呗。我大招。嗯。我有只有 S 号猛男穿进去。我。你知道我们那一次次笑场都是被什么点燃的吗？都是被他点燃的。那这个反正我也不是很懂，就是你们内部的梗，你们只要判断要不要弯一下就好。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全员都没有，没有。OK， 哇，一博，孤零零的剩下一个食指了，来看看这一轮能不能把他们都放倒，自己留住。我有尚可，什么？我有尚可。哦，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没有，没有，对吧？好，都收一个。好，到编剧老师。我收藏了他的那个上品。道具，道具被你收藏了，那其他人也就已经淘汰了。这位朋友，好，也没这位朋友还能留存一会儿吗？我想想有没有我就是抠走的道具。好，不要挣扎了啊，轩哥呢？还有两个，还有两个，那这个是要弯一个吧？你也没有道具？哎，我是已经弯了一个了。好，弯了一个，没有弯。好，弯了，就剩一个小拇指，导演。收起来，嗯，一博有，这应该算，因为他收藏的是你的嘛。啊、好，好，现在我们编剧老师剩一个小拇指，然后一博是一个，然后导演老师您是两个吗？轩哥一个，可以。好 ，OK， 那我们宣布最场现场的大 boss 是谁？导演。还剩两个 ，OK， 那看来啊，其实。短短的一个小游戏，玩出了很多你们之间的小故事和小秘密。那这些呢，我们都期待去剧集里面找一找了。那下面呢，我们完成了这个挑战，就要请到的是我们的爱奇艺首席内容官、专业内容业务群总裁王小辉先生上台，来为我们揭晓一下答案了。有请一下我们的小辉总。他们这个挑战完成了，那您要不要给我们来揭晓一下最后一个令牌是什么？永远的神都。永远，他们诠释的怎么样？满意吗？非常好，非常好，甚好，甚好。那甚好了，是不是就可以点亮了？可以。来，工作人员帮我们把小辉总认为甚好的永远的神都点亮一下。庸院里慎独，来。没错，庸院里慎独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优秀燕院们用他们的精湛演技演出了市民的。神都百态，而也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还原了古代神都的绝胜美景，所以我们期待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和珍爱。 OK， 根据神都礼法，四灯皆亮，献灯礼成，吉时已到，我们可以开始燃灯大典。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到洛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市长李新建，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胡大鹏，洛阳文保集团副总经理薛善民，以及主创团队爱奇艺高级副总裁、风起洛阳总制片人戴莹，留白影视创始人、风起洛阳总制片人徐康，风起洛阳原著作者马伯庸一同登台进行燃灯大典的仪式环节。好的，插手为敬，潜心为灵，神都燃灯，风起可期，各位请行插手礼。是这样的，哎，对。风起可期，燃灯大典礼成。风起洛阳剧集将在12月1日独家登陆爱奇艺，各位敬请期待。同时提醒各位，动画《风起洛阳之神机少年》纪录片《神都洛阳》也将在12月和各位见面，大家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进行预约，以及更多和洛阳有关的精彩内容将会陆续和各位见面，也请摄影老师帮我们记录下这精彩的一刻。好的，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好的，接下来请我们神都小分队的三位成员也进行一张合影。风起洛阳传九州，华夏古城耀今朝，爱奇艺华夏古城宇宙之洛阳 IP 及风起洛阳剧集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我们开播见。